哦，三二。啊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。徳よ。マーシーの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转生老师。太赞，哇，雷公，我找到一个好东西。这是你找的？哦，对，不是我找，小资找的。对，这样找的。我是讲，我那这个物件啊，这个台湾竟然买不到。这个是小资好不容易在跳蚤市场找到了，挖到宝，然后买回来的。这种老机器啊，就要装到老的车。这是老机器吗？对，仿旧型的新机器，台湾竟然没有，台湾只有那种看起来都很数位的那种感觉。其他老机器啊，这样那种旋钮，嗯，对啊，好厉害，我被刀了都会打。老车，老车，野马，那台不够老啊，不够老。看吧看，雅阁啊。雅哥在装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穿外套了。对，不是啊，我来逛啦。这老车要配什么？防控伞嘛。哦，防控伞嘛。哎，好像蛮配的。对对，打开看一下。来看一下，你们下车的，那就别了。对对吧？这是旋钮的，你看，这旋钮的。我觉得呢，弹性呢，咚咚可以啊，酷不酷？它有那个啊 ，AUX，AUX。我看一下。有啊，啊这边应该是那个 USB。啊，有蓝牙哦，快好不好？好好的。哎呦 ，USB 还可以支援 SD 卡，有蓝牙哎，有蓝牙哦，电管无线啊，很酷吧？还可以放 CD， 还支援 P3， 都有哎、欸、，CD 五嘞，哦哎、欸，你头在那边，你看好像叫按钮啊，很帅哦，哇，这个是连接哦，酷吧？它可以看片子，啊、没有屏幕，我记得应该这个是防盗面板啊。对哦吼，以前落车有无？嗯，拔起来炸弹在厝内藏，这是防盗的。现在还需要吗？现在已经没有了，现在要么就整台车把你拿走了，好吧、啊？等一下就去装规格。你去调一下，你知道？天线在这边哦，天线这个。嗯，天线是吧？阿杰啊，我知道了。是吗？耳机，这个是耳麦插加。嗯，啊就可以。声控不是声控啦，电话来就可以接。电话，哎、欸，台长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哦，好，等一下去喝酒吗？好，有妹吗？没有，那不去了。类似这样嘛，老车也可以有那种比较先进的东西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台长找我一定没有妹的，没有妹要男生吗？有很多。建筑在里面啊，这国际花色上次走过了，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哈、哦，白底灰纸那是固定的，好、哦，主要就是这几条要弄好就对了。那、啊、你等下这几条啊？我不知道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结果在哪里找的吗？eBay 换算台币大概4000-5000块吧。那交运费多少钱？不会，不太会用网路啦，我怕被骗。你等一下，那鞋子拿的。好啊，等一下去把它、欸、车好像快移进来，等一下去把它装一装。好，好，走走走走走，去装起来，耶、yeah ！今天要来搞这一台。对啊，是搞这一台。啊。哎呦。因为比较干，它重的。对哇，这个也是防盗的啊！你看，它这个是靠这个，对吧？这样出来的，靠旁边这样插下去，再拉出来，就这样而已。很久没有做小偷了，没有。你自己说，你干过几台？我没有干过了。那这直接插可以吗？那是不行啊，不行。啊，不然这片就太短了、啊。应该是每个插头不一样的，长得不一样啊！你看，材料不钢啊。可是这个好处，它改过了，改过就很好接。什么叫很好接呢？为什么？这一条是黄色永久电，黑色阿鼠，哇，红色正电，这三条拉出来，其他的就是一些喇叭的颜色嘛，白嘛，绿、灰、紫，这样就是四条线了。最厉害是它有两个蓝色的，蓝色是什么？我很在，大家记住了吧？这边一个，两个，二，后面两个、啊，所以它六条啊。嗯，六条不对啊，这样是五颗喇叭而已啊，一组、两组、三组、四组啊，怎么可能多一组？等下查一下就知道了，等下就剪掉，这块钱就改用后来加的啊。哎、欸，他搞不好也这个好像加的啊，你看，因为你看这里穿过来，穿过去，对吧？要跨过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后来加的吧，这个就没有很像拆炸弹的感觉。黄线剪黄还是剪黄的会死？不会那么恐怖了，剪下去啊！一、二、三、二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
啊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黄色一般都是永久啊，就盖过的啊，盖过的什么那个抽啊，就是永久，这是接地，黑的一定接地嘛。这台这一条就是过钥匙的电，这一条通常都是天线的电，如果过电，天线一过，它就要升上来或降下来，就告诉你。可是我们没有，这条是没有用的。对，这个是帮它接长一点，这是正极啊，正极就是过那个钥匙的了。你如果会担心，你就一条一条接啊。固定的花色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、就同颜色就接同颜色。对，你可以这样讲，长一点啊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か。得よ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，就是要查一下，确定是正极。正极有两种方式，就先这样。哦，这是正的，负的随便接地就好了。有没有？加我13点多吗？好、来，关掉，它还是会跳，表示这个是永久电。就表示我们接对，就一条一条的啊。这样一条一条的好处就是什么呢？你别特别修怕电。不然你这样一次剪了两三条，正极跟负极修 K。啊，就修起啊！啊，修起料都就麻烦，都等下吹 MC。啊，很简单嘛，你要嘛就是全部把正极都用起来。啊，我习惯性它这一个在我就不会把它剪掉，这是一个保险丝。啊，这个是保险丝。保险丝。这个就是过钥匙的，对吧？啊，有些人说啊，我如果这两条用在一起可以吗？主机都会有，可是主机不会断电，一直都有电。你熄火它就有电。电池一下就。就是吃掉吗？对，可是如果你的机器关掉，确定都没有电，好像还可以。好，现在你看哦，又再来一次哈、你看这一个，好，再来接地，好像看不到那个接地，我随便用拉提，有没有？有电。对。好，来，我把它熄火。没有电。没电。对，没电。钥匙电。对，转了，好，这样红火，就有电了。就来了，对啊，好，这样就对了，如果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来，因为我找不到我的电笔了，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电笔就好了，电笔就是插了，插了电会亮，它就亮，亮灯那种，对，一个电笔，对啊，电笔就可以啊，就很简单嘛，就是只是测一下那个电到底够不够这样了，对啊，最后被人家说啊，你为什么不用热缩膜？我跟你讲，好，那时候啊，这种车没有热缩膜，所以要搭配它，要搭配它，对，是这个，这次可以讲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阿金啊，这个大哥，大叔啊，大叔，接力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如果你刚刚如果你懒得去用啊，有没有懒得用？你就是变成，你可以把接地的直接拉开了，拉开，然后就接它上面，对啊，就负极嘛。啊，正极就是这样啊，你一个这样子啊，抄这个。第几个洞？这个洞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表示负极啊！我有遇过插下去没有电，那就有可能这条线不知道跑去哪里断掉了。断掉就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接地的比较简单啊，接地就是假设接铁就可以了，从地拉过来讲就可以了。有碰到铁都可以。对啊，整台车都是负极啊。你知道打针会不会痛？有些人会哭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一个我遇过那个就是阿孙呐，阿公就跳树呢，他吐起来疼，就改一千公跑到一千公，那打针会很痛，你去帮我打了，止痛针，再帮他打针就不会痛了。打两针，没有的，可是一针会痛而已啊，第二针不会啊。好了，这个就。其实这个就是大家，我觉得大家都会了啦。如果以我们这样教过这么久了，大家都会了，这三条，对啊，白绿灰紫嘛，我都会稍微留一点呢、其实越长我们越好接，可是我都习惯留一点。这因为留一点，它这一台旧的机器还可以用。你剪到这么短，有没有？就像你讲这么短怎么接？对啊。这个一样嘛，我们那天有讲了嘛，它一样是绿色，它有一个，你看这黑的有没有？这都没有，有没有？这都全绿色，这也黑的，一样。你看这边也有啊，绿黑绿，所以黑对黑，绿对绿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就这样，这样的音质应该比较漂亮啊。正负值。对，所以接错其实也没关系，除非你的耳朵是那种专业级才听得出来的。如果你四颗只有一颗接错，我觉得你应该听不出来。会叫就好，会叫就好，就好。所以有些人试车啊，来了，喇叭好不好？再放个音乐，就是绕一圈回来，好开好买的，这样是错的，所以要把音乐关掉。
个中低音的，我来讲。这个是天线。对啊。哦。天线。麦。对啊。它这要固定吗？先试试看。就是坏的就好笑了。好吗？乌哎、欸。哦。他在跑了。Welcome。乌七级。哇。哎呦哎、欸。来嘞。我这个还没放好。确定可以了啊！哦，习惯会把这个线啊整理好，整理一下。因为哈，你说，你看这条比较短，有些人说哦会脱落，你要把整把它绑起来就比较不会了。这个被剪掉了，就是。然后比较短啊，所以大家就，啊，顺便把这一个天线也把它绑起来在里面，就不会去好在这松脱。对。合体，进去。好硬哦，硬才进得去啊！哎，笑。哎呦，哇，有啦。怎么的呀？他那剪，有没有？在剪，要手工，手工一直这样。对，有没有？地下蓝牙。在这里看一下，这是我的蓝牙。你是连开台车？你有听过那个妈妈、爸爸好厉害哦！来阿姨家，马上连到了。哦，你是经过那个哈、啊，经过汽车旅馆，然后哦，哎呦，就连线了。汽车旅馆这么先进，自动连线，它是自动连线。对啊，老车这种感觉是对的，太先进了啊、嗯，就不好看。然后老车配这种，尤其这种旋钮的。它支援哦 ，MP3 的、啊、，MP3 的是那 CD 啊，这个啊，等要接 AUX 啊，这边有随身碟也可以敲，你不要拿个线来接接看，应该是好的啦，啊，够一下，够、啊、一下，啊，记忆卡，有 CD 啊 ，CD， 音乐三宝都拿来了，什么三宝？好 ，USB 随身碟，AUX 好 CD， 哦，我切的干货，妈，你这时代无讲，你这物件都无讲，就最好声音就好了，有声音就好了。试一下 USB， 唱人的哇嘞！哦哇哇哇哇 ！USB 正常的吧？不好意思，我耳机没有动，可以插。哦，还蛮敏感的，刚刚一插，它自己就跳随身碟了。好，哇 ，AUX 跑出来了。呜！好了，有了，赞。有啊。哦。耶，都有了。不能放歌，不能放版权的嘛。我唱可以，可是我不会唱。哈哈。够黑呢，记忆卡，记忆卡不够。拿拉屎够了。在屋内。屋啊，有。这果然是阿刀在听哎。对啊。讲讲就比较简单啦、啊，其实这个就车就是，我觉得点台啊，我觉得 USB 听就我觉得不错了。对，其实有 USB 就很方便，因为它直接插上去它就有声音。对啊，我是觉得这样就很方便了。对啊，然后那个就不错了啊，开车就开始老车，因为这种老车就要慢慢开这样。对啊，好了啦，这个才是正题啦，弄好了。对啊，好，我们接队，为什么接队？你看我妈熄火，断电。对，断电了。如果熄火还在电，可是正电就接反了。你看开机就，这其实蛮有质感的。对啊。好了，耶、yeah, ，结束了。好，今天都教大家装这个汽车音响，复古的音响。其实这只是介绍一下而已。对啊。对。破皮了。好了。中间一点哦、喔，耶、yeah.。帅吧，这个麦克风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哦。那有一天要改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开个人演唱会都会夹着可以唱歌。哇，够存下。好，我等一下了，喇叭都接一接。喇叭。接好了啦，这有声音的。已经好了。对啊，把它固定好了。锁好。对啊，锁好。收收了吧。收。对啊，不要把它弄收了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先说，等一下，对啊。
好，我要去装喇叭了。装喇叭。因为外面雨很大，然后录不到声音的，对吧、啊？那做红胎的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。徳よ。マーシーの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今天在现场，在看我们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在看你们啊，没有。戴哥就这样，你看。思考人生，算了。